老婆，我们好久没像这样约会了。对呀，那不如你给我拍张照片，发你朋友圈，纪念一下这个浪漫的时刻。哦，好好好。哇，这么快朋友圈就有点赞评论呢！来，给我看看。这车是 CS0 吧？真不错。又换了，我说的是车。让妹子看看，点咱们说了。哎呀，他们这群屎直男根本就不懂欣赏美女家人的内涵。那你说说看，我的内涵在哪儿呢？内涵在于素雅淳朴，拥有尊重自然之心，而且善良博爱，不会用动物皮来包装自己，是真正的环保大使。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高尚啊！哎呀，那当然。那你只在乎的内涵，我外长这么好看啊？你当然也好看呐、啊。那你说说我哪儿好看啊？好看在于拥有比例恰到好处的脸庞，1.18的完美宽高，配合你那紧致锐利的曲线，就像雅典娜女神一样，充满力量感和动感美。老公，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完美。那你抱着我是什么感受啊？感觉就像极光下的阿比斯瀑布一样清新自然，也像在拉维亚西海岸30万的宁静，但又像是在北京清晨的阳光下。老公，我真的好感动呀，我真的好爱你啊。喂，哥们，我看你发的朋友圈是不是买了沃尔沃C40啊？名声鹤唳的阿比斯瀑极光美食版图形设计灵感来源于瑞典著名的极光观赏地阿比斯瀑国家公园主设地形地貌，这也太有氛围感了吧。骗子，跟你的车过去吧。嘿，老婆，等等我。干嘛呀？车钥匙在你那儿，还没给我。唉，现在没人打扰我俩了。哎呦我的妈！喂，珊珊，你们什么时候到公司啊？岳总，我们还在等公交呢。客户都快到了，你们快一点。岳总叫我们快一点。你这样看我干嘛？是嫌我动作不够快吗？对啊，哇，这个才叫快。嘿，要两个人一起扭才更高效。客户要的方案写的如何了？完成快一半了，岳总。抓紧点。准备好了吗？嗯。哎，这干啥呀？这是。帅哥，我都给你介绍8个小时了，你到底买不买呀？这么没耐心，给我换个销售来。怎么换呢？其他人早就被你耗透支了。干什么干啊？我不买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有种给我点颜色瞧瞧啦。这什么颜色呀？红色。那这又是什么颜色呀？黄色。那这是什么颜色呀？那这肯定就是蓝色。哇，你全都答对了，你好聪慧呀。 Yes， 有什么奖励吗？奖励你买这辆车，然后把这些卡片全都送给你。好的，我买。幸运女神在微笑。哎呀，来嘛，没什么事就陪我坐会儿嘛呀。我在上班呢，你放尊重点。来嘛，来嘛。哦，你这位先生，本餐车的机子已经没有食材了，请你下次再来光临吧。哥，我的意思是，像你这么尊贵的客人，食材肯定要用最新鲜的。珊珊，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赶快去河里抓条鲜活的鱼？哦，好的好的。哎，不该走的走了，臭鱼烂虾却猛溜。有几个臭钱就看不起人吗？不死赶紧走。哎呦，我看要走的是你，帅哥，要不我陪你坐会呗？请自重，我已经有心仪的人了，而且我对你这个老虫没有兴趣。赶紧给我用力，你看我车在停。哎，你怎么是这样了？顾客就是上帝，还不该给我们帅哥道歉？你做梦吧！今天你不帮我出这个恶气，我们就分手。冷静点，我们作为老板肯定不能跟顾客动手啊，这个事情应该让临时工去做。我就是个厨子，凭什么让我去啊？他欺负了老板娘，该出手的也是你啊。他还调戏了珊珊，他死定了。搞定，他再也不敢来了。哎，我男朋友呢？什么男朋友？刚刚在那里等我抓鱼的客人是我男朋友呀，我特意叫他来照顾我们生意的，他人去哪里了呀？我做你男朋友怎么样？疼吗？疼的是心。哎呦我的妈！终于送完货了，咱们可以休息会儿了。那我打把游戏。你就知道打游戏，好不容易有点时间休息了，也不愿意陪陪我，烦死！哎，等一下，哎，老婆，哎呦，哎，哦，不好意思，没看见哈，我错了，我错了嘛。错哪？
哪儿了？错才不应该打游戏，应该主动陪陪你。你不光冤枉我，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我还干嘛了？你不是和刚才那女的很熟吗？聊得那么开心，脸都笑烂了。我压根就不认识她。再说了，我就只说了七个字，不好意思，没看见。不认识你还说那么多字，只说三个字对不起不就完了吗？帅哥，你刚把钥匙撞掉了，我帮你捡起来了，给。你拿着呀。闭嘴！我不会跟除了我老婆以外的任何女人说话。再见。好心当成驴肝肺，还要不要？哎呦！哼，别的女人碰过的东西，我才不得要呢。哟，想不到你态度这么强硬呢。那当然，温柔都是给老婆的，其他女人在我这儿都是这个对待。她要是再敢多说半句话，我直接戳爆自己的耳朵，一秒钟心。油嘴滑舌，我肚子饿了，吃东西吧。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开车。嗯。老婆，钥匙好像被水冲走了。钥匙你都能搞丢，我就知道你靠不住，分手吧。一点钟方向发现目标，知道请回复。收到，马上和你会合，准备采取行动。收到，收到。小赵，总算逮住你了！你欠我的80000送货尾款，今天必须还了。我不是后天一定还吗？你急什么啊？哦，那我们后天再来吧。哎呀，你傻呀！这话是他前天说的。还好我反应快，赶紧还钱。我凭自己本事欠的钱，凭什么要还？他说的好有道理哦，我今天无法反驳。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和我讲道理的吗？真是狗肉包子，上不了席。小赵，我一看你是不讲道理的人，你今天要是不还钱，我打断你的腿。来吧，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老公加油，老公加油，加油加油！暴力讨债不仅要不到钱，还要赔你汤药费，我才没那么傻呢，下次再找你要。怂包！哎呦，胡说！我这是叫人。叫人？大哥，再问你一次，到底有没有钱还？有啊，速速还来！你为什么非要我今天还钱呢？因为我没钱了啊！他雇你们今天给你们发工资了吗？刚才你们也听到了，他钱都在我这，他身无分文，我今天就雇他们来保护我，看你怎么把钱要回去。你就这么走了？你看我们都亏成什么样了？其实最亏的不是我们。啊？雇那两个帮手需要8000，倘若他付不起的话，哎呀，哎呀呀呀呀呀